植物园的丧礼是今天上午9点钟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的，总统特班进行开面，副总统也颁奏了一言不朽的挽额表示悼念。在大殓以后，分别由黄少谷、聂文亚、陈立夫、黄杰、刘玉章、王多年、郑维元等在棺木上覆盖国旗和党旗，然后恭祭大殓安葬。胡委员是浙江人，曾经担任过中将的军职。胡夫人是医官医院的院长，今天表示他要把全部收到的卷银捐作奖学金。